好，我们现场所有各位乡亲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龙云宫侯旗已经来进入到庙城方场，也看到大旗队来进入，接着我们有镇头要来进入到庙城方场，来欢迎龙潭圣恩府慈普王爷会。圣恩府慈普王爷，慈普王爷来到龙云宫。乡亲朋友，请往左右两边哦。龙潭圣恩府慈普王爷来到龙云宫，向龙云宫恭祝龙云宫香火鼎盛。有我们圣恩府，我们有土地公及各路将军来到龙元宫庙城广场前，来恭祝龙元宫香火鼎盛。龙元宫主任委员陈德雄率领全体委员也来恭祝龙潭圣恩府慈普王爷香火鼎盛。当然，我们这一场的所有各位乡亲好朋友们，各位乡亲好朋友。各路将军进入到庙城广场前，也请各位给予各路将军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各位，我们正中间要让开啊！
是的，在我们庙庭里面及舞台左右两边的各位观众啊，各位乡亲，特别跟各位报告，我们所有的神将到庙城广场前，他是要跟我们的神明来参香来跪拜，所以呢，请各位不要站在正前方哦，不要给我们的神将拜哦哈，不能给他拜到，神将是来拜神明的哈，请各位不要站在正前方。是的，我们现场所有各位乡亲好朋友，我们的神将，我们各路将军呢来到庙城广场前，请各位给予热情的掌声啊，我们来共同来迎接我们的所有各路将军也来到这边来参拜，来恭祝龙源宫香火鼎盛。在此龙源宫由主任委员陈德雄、邵玉林、全体委员来恭祝龙潭圣安府香火鼎盛。来跟各位讲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各路将军来到这边庙城广场前，请各位跟我一样，我们要讲说好，来大家一起好不好？来，哈，然后呢要给予掌声啊！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公主，非常感谢我们的副会长，谢谢，这次来恭祝我们圣安府香火鼎盛。哦，